It's less than 1%, but Verizon giving it back. It had had a very nice run-up leading into it. Now we are lending. We are at record high capital liquidity, and wow, we have a stock price that's now 20% more valuable than it was yesterday. Let's get over to that. All right, thank you, Matt. Matt ended on banking. That's w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Of course, I started this about 2 years ago. Yeah, to this very day, frightening as it may be. And tangible common equity, I can go back to my days of actually talking to treasurers at banks and doing something called balance sheet strategies. Oh, that was frightening, especially when you had no idea what you were doing. Why am I talking about this now? Well, yes, common. Thereby bolstering the common equity layer at all of these banks and giving some confidence to those who might actually want to go out and buy new shares. I'll let Bernie Madoff handle who's about to get underway. Who missed what and why? Nothing better than a good old finger pointing sense of the camera. And they're so good at对吧？卖出去是八一级对吧？然后现在八零级嘛。已经有了破碎性吗？这是浮动亏损对。浮动亏损。用富邦的。浮动亏损，所以他还多一些，他就不卖，不卖出去是吧？他等着在上海。他现在应该都有个图表，图表他知道什么位置就卖。就是看割肉。因为他现在他有两台电脑，他有两台。他要等啊，会等出账。这不是你不是看过吗？看过。那也是粗略看一下。哦，是吗？一下子点那个。我第一阿斯才会出来的，79102102，那些红的4/8的都没有，一个是你点了之后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就是左边七的状态就整个，然后呢后面显示阿斯就考虑一下，交易的数量嘛。中心是它一笔一笔斗得起来了，嗯、对不对？这个你看不穿，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为你这地方加过减那个，你看它现在每次的它的利润，它的亏损数，它是直线在往上涨，不是往下了。这个时候 cost 的时候肯定只会增加，亏损不会减少亏损。在这儿，啊，想买的数量，就像现在它有 cost 的话，它肯定。和税行那个 cost 的那个亏损要增加。因为他今天的这个情况非常不妙，要是我在这地方我是非常的不能看出来。
好，如果是到那边的话是道琼，道琼现在是赚的，赚的他有可能是 take a profit， take a profit， 但是这边的利润他不得要增高。已经是平仓了嘛，就不是那个可能钱是102。他现在的方向不是稳定，他的总亏损在增加。但是就是说他交易完了已经卖出去了，那个应该在另外一个界面上，不应该在这个界面上。他是在另外一个界面。你要帮我那你麻烦我跟他们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厉害。到时候再回来，或者是周末我再找你，周末我再去。你先对，先你先对什么？外汇还是不错的，对，其他几项全都赚了钱，其他因为去掉那个油，其他赚20多万，这很正常，我觉得挺好。好啊，飞扬。那今天的像这种，今天的这种交易就是很典型的呢，还是说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呢？今天刚才有特殊，因为我们买了个油的时候，我想的话呢，这，因为我想的话，今天这个油还是小错了，因为我想的话，它应该是5%已经很多了，谁知道它使劲就空了。今天有一个新闻呢，他们是就是那个就是打仗的这两家。对呀，他打仗的话应该是。打仗，因为打仗的话今天又开始。打仗的话应该有涨。有涨啊，对呀。现在是油多了。对，潘总，就是问一下，你别说这有仓位啊，因为今天挺了，这仓位都留着，明天再接着，还是说，基本上每天都是平仓了，平掉了就。没有，还留着嘞。留着了哈。因为像这种仓位呢，其实我一般都是在。你看我开始卖这个是81667，就那个点都在那里了。对，八幺已经到了81660了。差一点就差不多到了，就是。对，已经到了81660左右了，那个时候。不过现在呢，这两天呢，这个加元不是澳大利亚元跟那个欧元呢，应该会涨上去，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来讲，这刚关门之前，这个澳元跟欧元都在冲了。所以今天晚上基本上就上去了。嗯。像我们现在有大概有1000多万澳元的。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重，除了那个就是个油，其他外汇呢是。外汇还是很好咯，看上去一片蓝色。但是油就是。不过像今天他那个数字出错，他怎么这系统这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就是本来是就是说，那个常发生这种错误，那是今天发生的，是吧？就是那种呢，但是呢，有一点呢，他不会去错，就是那个 balance， 就是 account balance 里面，他这个不会错，因为那错了就是钱。对呀，那是钱。他这个呢是程序问题。那程序。这种情况不多吧？这个系统怎么会一天出现两次？今天呢，就是这个油呢，就是说，这个很难的，因为你看今天这个油掉8.5%，有点出乎意料，又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但是一般油是把，其实呢，你看这个油啊，其实你看最高的是47块几的，嗯，今天到最低的时候是41块几，其实呢，假如比方说像这种呢，它掉的比较激烈的嘛，所以的话，一般的情况呢，我今天呢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就进去早一点，因为我想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它是往这个8000点、8500以上冲的，然后呢，如果8000点一样都冲了，这个外汇啊、油啊，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往这个头走的，但是呢，它这个油呢，因为它今天这个油吧，它这个相当于偶然事件一样，它就是说现在这个 supply 多了。现在经济又不好了，这个当然是个借口了。明天呢，假如比方说，其实呢，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油关了门以后，像今天这个，我觉得最多是明天上午进就比较合适，是吧？因为今天呢，就是想了，我想的话，整个形势就是说，这个道琼啊，它应该往上走，应该刚刚这个属于一个大的这个。调整这个一个转弯的地方，因为在8000点的地方，前两天不是到9000多点了，其实它就是在这个8000到9000点的地方盘整，除非有什么大的事情，现在没有，
现在奥巴马刚上来，他可能想做点什么事情嘛，对吧？所以的话呢，有很多刺激的这个计划，因为他今天这个，现在你看呢，这个澳元还是蛮紧的，对啊，今天涨到0.8几。然后呢，按道理来讲，这个澳元现在呢，你看现在这个道琼指数是关门的，它4.15关门，大概它是4.30好像又要开一下，还是到6点。今天我觉得您是最辛苦的，因为他这个仓盘大家一看，这实际压力太大。你想到大家都看，就是心理压力挺大的，是。欢迎都正常。还有一个呢，就是唐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着这个买卖啊，两边的就是这个量，好像是如果是我们持仓经常会，比如说100、150或者200多，那么针对它这个流通性够用吗？但我看着它这边经常是12，就是这样的。不，它很多不让你看见的。哦，就是引单，就是 hiding 的。哦，它是 hiding 的单。它这个交易平台是很大的。啊，就流量足够的。对，几百你上去就可以，对，挣出就。不，我们呢就讲呢，你要如果是讲跌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控制这个1%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你每天是涨%，假设0.2，你如果是掉0.2，就正常的。大多数人他投资的时候呢，他涨0.2，他掉5%几，那就出问题了，对吧？他就是这样就。不过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至少是说。因为你掉0.2，一般来讲回来是比较容易，特别是我们就是说，特别是这个现货，像这种现货，这个你像这个澳元啊，澳元的话现在是50倍，如果你说是买的澳元，就是澳元的话呢，它你买100万，它涨1%就是100万，然后它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准确性要非常高，就是我们平常实际上就拿出总的资金的1%，对，来投资，再把它放大到20倍，对，20到50倍，对啊，就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掉一半，你可以涨1倍，就这样，就是涨1倍可以掉一半这样，因为如果这里面呢，10万块钱，100万块钱，它掉1%的话，它就是50%就买，因为它往回走的这个基数就越来越少了嘛。那现在会不会发生这种？比如说今天就拿出100万了哈，对，就今天拿出100万，今天亏掉100万，我觉得这很正常哈。会不会说，哎呀，亏出150万了？你要不可能，必须要补这50万。它这个系统是自动帮你斩庄的啊，就说一旦到了你那个点，就说最多把到了你那个点，它就假设你是100万进去的，如果方向一错，它就斩庄了。他不等到你亏了，他就是逐步斩庄的，他不是一下子给你斩庄，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不买系统都会，他整个市场他这个市场一变动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你斩庄了，所以你永远不会说100万块钱进去他亏个150万出来，不可能，110万他不让你亏的。哦，一般的100万块钱进去的时候，他亏到最多100万，他50万，对，他就斩庄了。就是同样的比例呢，因为你往上走了，它这个基数就大；往下走了，它就斩庄了，就斩了以后呢，那你就亏的也少一点，所以它就有这样一个功能在里面。关键问题是呢，你要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你看今天这个是油的话呢，其实呢是掉了10%几了，因为这一点呢，这个我今天是这个一点呢是1000块钱。不，外汇一般就是小数点儿，变一粒分钱就是1000块钱，对，一个抗战。对，它这个一个这个1块钱就是1000块，它这个是比例大。同样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 QM 的话呢，那这个是500块钱一点，那少一半，是一半的。好了，今天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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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因为这个奇迹没出现。就是呢，就是等一下，对，呀，它才掉到16万多，16万5千8800。所以刚才是因为我们是按4点钟关门的时候算的，就多的少的就不计了，大概就是在16万这个水平左右，反正就是说你要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它有个 closing price。